我姓陈，名辉耿，我今年51岁，我是从事医生的行业，我是一些佛友介绍我来的，朋友介绍你，我看他的，我朋友就是发一些这个这个耳机有效的资料，然后孔雀明王的这个法会的资料，我看了是蛮不错，然后觉得这个地点也不错，所以我就打算来参与了。就是希望自己身体健康然后事业也顺利啊，这种功德，然后也希望我的家人能够跟我一起身体健康啊，万事顺利哦。那你今天来听了张普生教授搞的一些演讲，然后再听了一些开示，有对你有什么启发吗？就是说这个那个张教授有说，还是会有说这个我就先说张教授吧，他有说这个孔雀明王是非常的殊胜，那个法门是一个唐密，是佛教的之一法门，是非也有讲到一些基本的佛理，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些基本的佛理，然后再继续修孔雀明王会更加好然后师父呢就有说这个孔雀明王是唐密之一，也是四大菩萨法门之一，这个唐密四大法门之一，是非常的殊胜的法门，这个师父深入浅出，然后说出这个孔雀明王的殊胜的法门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法会吗？你们这个孔雀明王法会我参加过几次了，过来这个地点参加是第一次那你之前参加了几次孔雀明王法会，对你生活有什么改变吗？做事情比较顺利咯之前是在其他地点参加做了之后参加过后是都会比较顺利做事情就是说我们工作都会比较顺利人也会比较好一点会慢慢的改变不是突然间的改变，会慢慢的改变你会推荐你的家人朋友们来参加孔雀明王？有啊，我就在这推荐住孔雀明王法会跟他们说这个是佛教的一个很殊胜的法门是一个中国的唐密一个很殊胜的法门，叫我们来念，而且不是非常的难修了所以我也鼓励他们来